当以法国巴克拉水晶命名的酒店式公寓正式在曼哈顿五大道落户时，法式水晶的古典奢华与纽约建筑的高雅别致在这里相会，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座已经竣工的超豪华公寓将是曼哈顿高端公寓顶级品牌的标志之一。巴卡拉被誉为天下最昂贵的水晶，其经典的水晶灯具成为代表法国文化的标志性产品。著名的巴卡拉水晶是法国皇室路易十五于1764年创立，250年来始终秉持着皇家一贯传统，打造出各式精致的而且极富艺术气息的产品。2005年，全球酒店投资公司 Starwood 购买了巴卡拉这个品牌，而且决定在纽约黄金地段打造它五星级酒店跟公寓。作为全球旗舰店的巴卡拉酒店式公寓位于曼哈顿的中心地带，周围被纽约最负盛名的几大地标所围绕。它位于53街56大道之间，入口处正对着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几步之遥便是精品名牌商店林立的五大道，而中央公园、卡内基音乐厅、洛克菲勒中心以及百老汇剧院区都在步行的范围内。巴卡拉大楼共有50层，两部分组成，17层以下是巴卡拉五星级的精品酒店，共有114间房间，26间套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中国阳光保险集团以2亿3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巴卡拉酒店部分。除了五星级酒店外，大楼从18层到50层为60套的产权公寓，全部由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 Tony Ingra 精心打造。设计师从世界各地精选家装材料和最顶级的名牌设备。而最大的亮点自然是随处可见的巴卡拉水晶吊灯和壁灯。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45楼的超级豪宅，这个 apartment 一层只有一户。这个豪宅呢，总共有425平方米，光是这个客厅、餐厅就有85平方米，屋顶挑高3.3米，所有的落地窗、防震、防噪音、防冷防热是最好的品质。这个顶层公寓仿佛是个空中城堡，全层拥有360度无死角的开阔视野。公寓的挑高天花板和落地窗将中央公园、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新世贸大楼等纽约地标一览无余。每一样的材料跟所有的配备全部就是这个我们的设计师 Tony Ingra 精挑细选。譬如说我后面这些 cabinets 全部是德国进口，所有的电器全部也是德国进口的 Miele 跟 Sub-Zero。它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些大理石呢是从巴西进口，所以每一样的设计都是精雕细琢，力求完美。巴卡拉公寓内的所有单元都采用智能化的居家系统，包括室内温度、光线、灯光、音乐以及酒店式服务都可以通过 iPad 来进行控制。大厦采用最先进的安保系统，住户有智能电子锁，由电梯送达住家的楼层。大楼的配套设施也是五星级的享受，设有会所、SPA、健身房、泳池、图书馆等。凡是公寓的购买者便自动拥有了巴卡拉会员资格，享用在巴卡拉旗下的全球度假村酒店的专属私人服务。巴卡拉 Hotel and Residences 的设计让你拥有置身于富丽堂皇的宫殿般的感觉，居住于此无疑是追求品质与典雅生活的最高享受。